大家好,好，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国宾来添的疫苗已经入来咱台湾，有一寡民众因为烦恼，毋敢注意防针。逐个毋免烦恼，全部疫苗拢有经过严格审查甲检验。目前，咱个国外买疫苗品质拢有经过食品药物管理署甲医药品查验中心严格审查，安全性甲药效拢合格，佮会互伊入来咱台湾。 针对疫苗的制造、运送、甲保存，同款爱符合世界规定，所以疫苗品质无问题。即便例如咱台湾的疫苗，总共有做外观、酸检毒、甲毒性等七项检验，全部合格了，才会互民众使用。最后提醒大家，疫苗品质无问题，大家免烦恼。另外，平常时嘛要注意个人卫生习惯，才会当守护你我嘅健康。<noise>